塞文，你总揍他干啥呀？塞文呢？啊？你说你俩怎么总干仗呢？咱家属你俩最大，塞文，属你们俩最大，啊？塞文，你们两个不能干仗，塞文啊，好不好？塞文，你们俩不能干仗，行不行？啊？他俩总干仗，他俩不对付，你总揍他干啥呀，赛文呢？啊，好好的一起过，婆媳关系不好，你看又怼人家，又怼人，你看什么？你看，打他！你看，这叫干仗呢。三文跟石榴他俩干仗，其实三文打不过石榴，知道吗？啊，石榴厉害，下口狠，三文不服。三文呢？我说你说聊他干啥呢，三文啊？三文，你总聊他干啥呀？啊？三文呢？三文，我跟你讲，三文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坐下，三文，你坐下，咱俩好好说话，你坐下，三文，你坐下来，三文，你坐下，三文，你坐下，三文，我跟你说呀。三文呢？你俩的关系得处好了，你不处好了，让老四为难呢。三文呢？你俩关系得处好，你能不能好好的呀？三文呢？啊？我还给你俩找一个感情连麦呀？啊？你说你俩快能写上剧本了，三文，石头他俩都快能写上剧本了，啊？给你俩来个感情连麦呀？啊？处好关系，你不处好关系，咱家那个木头啊，他太难，老四你多为难呢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三文，你俩关系也处好了，你看老四成天被关着，三文，你管管你孙子也行，三文，你管管孙子，你管管大孙子也行啊，啊，铺个铁丝的。石榴，快来！三，你是有病啊你啊！你能别聊着他了行不行啊？啊！石榴，快来！石榴，没事，有老爷在这儿呢，谁也不敢揍你。有爸在这儿呢，谁都不敢打你啊！好了，石榴，石榴真乖啊！好好的，赛文，这我现在好烦你啊，赛文呢？啊？哪有你这样的婆婆呀，赛文呢？啊？天下哪有你这样的婆婆呀？啊？能不能记着点好啊，咱们呢？啊？三文呢？能不能不吵吵了你俩呀？太太是不是？小石头，你过来了。三文呢？你能不能别打他了，三文呢？你能不能别整了，三文呢？我发现你咋这么欠儿呢？你聊他干啥呀，三文？啊！你不同意的话，你收拾你儿子，你别收拾他呀。人石头是无辜的，这石头是无辜的，知道吗？在吧？啊！好了，石头啊！石头是无辜的。没一个他妈让人省心的。